好，我们现在下午继续开会。来，陈委员欧珀。那个偏远地区哦，都忽略到东部了。其实苏澳港已经很久没有花钱在做建设了。啊，花莲我不晓得了，其实东部也可能列进去了哈。我提醒就是说，这个宜兰花莲东的，那个台东这个部分要列进去。那这本预算我没有意见了。我刚才跟陈先生委员通过电话，他们是觉得说他们有很需要的哈，所以再次跟部长反映哦，偏远地区包括东部跟离岛，好吧，谢谢。好，谢谢。107，那个108都是一样的案是吧？好，不处理107、108，不处理。109。不过也请部长简单说明一下，我们对偏远地区交通建设的，交通部一些未来的规划要特别的注意对，因为这不是只针对偏远地区的交通而已，而是要搭配观光，偏远地区的观光。现在偏远地区有时候我们认为它是整体都会边陲的一个地区而已，并不是这样。如果因为搭上偏乡的观光的发展的话，这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107、108不予处理之后，我们现在要处理109案，也是偏远地区的一个交通建设。好，现在请交通部做说明。109这个案子一样，也是这个金门跟马祖的港埠建设了哈。那这两个案子是补助给连江县政府跟金门县政府，说实在是，这个它的执行率是有点偏低了哈。不，有关于这个部分啊，我们已经请县政府啊，每个月来提供执行月报来定期追踪，而且我们也成立督导小组，希望它的这个执行率能够提前来办理。所以这个案子是也跟那个肖委员办公室这个研究过，是不是说可以在两个月之内提出书面报告哈，并提立法院交通委员会这个报告以后，书面报告以后使得动之。以上报告。好，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两个月内提出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好，修正通过。我110案。这个有跟肖委那边做说明的吗？肖委也是说怎么处理，我们都尊重委员哈。是，书面怎么？对，书面报告。第110案也是提书面报告后，使得那个110案不是我们的，不处理哈。有讲。好，110案不予处理哈。好，我们现在处理111案到165案，这是相关决议的案子，是吧？这是。那我们现在要看交通部单位预算之二，就是有关于委员提案资料，都是决议的部分。来，这个部分。111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照案通过。112案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好，通过。113案有没有意见？建议那个倒数第三行，建议那个倒数第三行，故要求交通部全面检讨现行公路，因为这个有包括市区道路跟公路。那我想，我们交通部负责主管的部分是公路的部分，所以是建议加公路，加公路了，公路人手，公路人手口袋，公路，好，加两个字哈，倒数第三行，全面检讨现行公路人手口袋下地之情况，好，修正通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14案，有没有意见？阿文就建议书面报告加书面两个字。这是林委员均线通行费之合理性。OK 了，好，最后书面检讨报告。
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之检讨报告，并彻底追踪管考。好，修正通过。115案。OK。没问题。好，115案。好，照案通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16案。是，没问题。没问题，最后两个字改报告。116案，最后一行。对，计划改。一个月内提出改善书面报告。哦，计划改成报告，修正通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17案。也是一样。哦，也是一样，一个月内提出改善书面报告，计划改成报告，修正通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18案。118案没有问题，好，照案通过。119案，照案通过。120案，一下哈，123这个部分，因为涉及到我们有跟那个萧委员报告哈，因为它涉及到可能还跟花莲县政府一些空间的问题，所以我们跟委员的报告是说，在那个倒数第二行那个延泥前面改成于三个月内洽花莲县政府，我们要去，因为他要在实地要现场会勘呐，要找出那个空间出来，他是要萧委员是希望能够提供一些停车空间嘛，哦，那最后那一句话是研究报告什么那个要划掉的。那有跟萧委员报告过了，在哪边有最后一行有？最后一行有研究报告，请于三个月内送什么那个东西，啊？因为他要去先要实际会勘一下，会再把会勘的结果跟委员说。那说研究报告，那个没有什么研究报告啊。对，因为于三个月内在那个于三个月内，请于三个月内洽花莲县政府那延泥那个花莲火车站的停车空间规划。对，他在那个倒数第三行的前面。哦，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没有关系。洽花莲县政府延泥花莲火车站停车空间之规划，那我们要一起会勘去看一下。那最后这个研究报告这一行就不用了吗？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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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在考察的时候，我们也会列入哈。好，121案。好，照案通过。122案。照案通过。123案。照案通过。124案。124案照案通过。124案不是修改文字吗？文字是不是要改一下？第几案？124。就是那个。在这里的那个期末报告，就是初审会议期末报告审查报，期末报告的四个字删掉，就是初审可行性研究案初审会议，哎，它就是一个程序上，并不是针对期末报告，期末报告审查删掉，是不是四个字？好，修正通过。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125案。好，没问题哈。好，照案通过。126案。建议那个倒数第三行原始要求两个字啊，建议改成建请。就是底下车不是由现在自己建造了，是吧？在交通建筑一样。好，好，那你干脆改成拜托好了，拜托交通部。126案照案通过。127案，跟委员报告就是一个月改三个月，我跟那个萧委员报告过。好，一个月改成三个月。最后。可行性评估报告嘛，哈，对对对，书面报告，可行性评估报告改成书面报告，然后于三个月内，哦，一个月改成三个月内送交交通委员会，修正通过。第128案，128，因为这里面有两个计划，是，那我们是建议就是把那个最新的那个书面进度规划。
第几行？加一个书面，最后面加一个书面两个字就好了。最新书面，最新一样是一个月是吧？一个月内可以。书面，最新之书面，其实进度规划跟书面规划都一样啊。好，书面规划哈，修案通过，修正通过。第129案，129案，我们建议最后四个字“精进计划”改成书面报告，其他文字为止。好，最后一行改成书面报告，修正通过。130案，那个最后一行那个检讨报告建议改成初步评估书面报告。最后一行。检讨报告建议改成初步评估书面报告。于两个月内向交通委员会提出检讨报告。初步评估书面报告。初步评估书面报告。好，初步书面。初步评估书面报告。初步评估报告。书面报告。书面报告。那个陈委员有没有意见？陈国委有没有意见？好，修正通过。现在进行131案。没问题。131案，照案通过。现在进行132案，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照案通过。133案，这个我补充说明一下。来，跟委员补充一下，我们交通部这个总共的一个划包的工程一年有差不多3300件，三千三百件，那其中5000万的，占了400件，然后金额占了93%，所以刚刚有跟校委报告，是不是说这个我们建议是一定金额以上哦？在第六行里面，他是说列管部内大小交通建设，我们是建议改成一定金额以上。那另外呢，下一行就由业管单位每周自行更新，我们是建议每月，因为我们现在工程估验是以月为单位来估验。那刚刚有跟校委报告，业管部内一定金额以上，然后是10万以上还是多少？我们建议是5000万以上了，因为5000万以上有十。5000万，你得按好，哦好，那我们就写5000万以上。没有这，等一下这。这个肖委员简单说明一下。这个是这样，我当然知道，因为既然你们讲大小工程3000-4000件，要全部来做列管，确实是有行政上的困难了哦。那做比较大的工程优先来列管，我可以接受哈。但是就大的先列管之后，其他要逐步的开始再做其他工程项目的列管。那我之所以提这个，其实也是。这个对交通部好了哦，因为很多你们补助地方来执行，也许地方没有执行，可是他会怪交通部，好，所以我觉得相关的权责一定要特别清楚，就是说该交通部中央直接执行的这些案子，我们有一个列管标准。那有一些案子是我们补助地方政府来执行，那有的地方政府它执行效果也很好，好，很快的就解除列管，那也很好，好，那至少大家可以公开来做一个检验哈。那如果是其他比较小型的，只是纯粹说补助地方工程。地方单位，例如说来做某个可行性研究评估，如果他一直做不出来，或者是没有结论，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要有一些标准来处理？我想这个案提案的本意是这样子，所以我可以接受你们所提的这个建议的修正，好，但是未来我们还是希望国家的资源在运用上面，好，不只是到处撒钱做好人，我们要有执行的成果出来，才能够对得起纳税人。好，真知灼见哈。那我现在请教一下，我们现在交通部列管的，在每个月会进行这个公共工程的这些相关列管是多少钱？是1亿还是1000万？标案是以5000万列管。啊，我好，就发包5000万有列管的，那要公开这个每周要更新进度，就以1234列管部内啊。5000万元以上大小交通建设工程之资讯与进度，啊，那哪边还要改？
大小可能就换花掉了。对，刚才就对啊，列管部呢，哦，5000万元以上交通建设工程之资讯与进度，就这样嘛哈。然后下一行的那个每周改成每月。好，由业管单位每周自行更新进度。等一下，招委是不是这样了啊？因为刚刚部里面提出的意见是说，怕件数太多没有办法处理，我才同意说5000万这个额度以上。可是不表示我们对于5000以下的工程就不列管。好，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在文字上可以提出像优先列管或是优先公开哈？但是我觉得其他的还是你们内部要有一个管核的机制啊。好，这部长对相关公共建设的工程品质也要求很高了哈，这种效率跟品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们国家政府的任何工程都应该是透明公开啊，让人民了解我们相关建设的进度，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责任。那有关于校委员提出的相关的这个文字的修正，还有没有问题？现在请校委员讲比较具体一点，就是刚刚部里提出5000万嘛，哈，优先加一个优先啊，优先列管部内5000万以上建设工程。好，优先好不好？啊，优先列管。哦，那我们不排除其他的也是逐步要来进行。是，循序渐进啊。对对，好，也不只是只有5000万元以上。优先列管部内5000万。是好。另外每周啊，每周要改每月，每周改成每月。好，修正通过。134案。134案建议2周改成1个月。好，最后一倒数第二行，2周改成1个月内。好，修正通过。135案。135我们跟委员就最后一行改为书面报告，改3个月。经进专案报告改成书面报告，请于3个月内回复交通委员会。请问那个肖委员有没有意见？这个哈也是一个讲很久的案了哦，有关台铁车辆怎么去调度，那是不是有一些该用而闲置的这些车辆没有在需要的时段来做运用哦？我还是希望能够积极一点。当然你们如果要用书面也可以，但是我想这个部分很多人在关心哈，还是希望能够台铁能够更积极来处理。我们今天有约，等一下晚点会去跟教委员这样口头上做报告了。对，这也请部长督促相关的单位哈，不是写报告了，不是写报告作文比赛，然后丢到各个委员这边来啊，而是要提出报告、检讨报告、相关改进措施，然后请相关的这个部长的幕僚哈，去追踪相关的进度啊。我相信到时候去东部考察的时候，一定这些事情大家还会在我们当面给我们指教。啊，好。然后到东部考察的时候，也应该在不管是宜兰、花莲、台东哈，相关的提出的改善措施，是到那边就要提出具体的改善措施，而不是说看一看好，我们回去再研议。了解。是要带着改善的意见到宜兰、花东去，是啊，这是我们一个要求。好，不可以去看看好，我们回去再研议。哦，不是去看风景哈。135万。好，好，对，好，修正通过哈。136万。没问题。好。136万照案通过。137案。没问题。好。照案通过。138案。没问题。138案照案通过。139案，问题有问题。照案通过。140案，没问题。好，照案通过。141案，没问题。照案通过。142案，哎，
那个部长没有问题，很好哈，但是我这里没有很具体的规定你那个 deadline 啦哈，但是这个真的不能再拖了哈，因为每次要你们燃料费随油征收的时候，你们就会有这个问题跑出来，那这真的是历史的问题哈，就是报废车辆还是在那里，其实根本就收不到，这些真的是收不掉，因为报废车辆了嘛哈，他不可能去缴的，对，他不可能去缴，不是，那就是要赶快盘点，赶快把这些有一套机制把这些消化掉，不可能废的不可能缴的那些费用就不要再虚列了，这样不要老是就拿这个当做燃料费不随有征收的理由。那我这里应用应哦哈，我这里用应，虽然没有给你们写，没有给你们定时间，因为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要定多少时间了哈，因为这到底有多少，怎么处理，怎么样的机制，你们要去研究一下。我没有定，不表示你们就是不用去做，就反正你觉得没有定，然后又一年拖过一年哈。都已经这样几十年了，是是，好不好？跟业委员报告一下，实际上我们在102年就已经修改了道安规则第34条的第3项，规定就是以出厂逾一定年限的，你的麦克风要拿靠近一点，包括机车在内都已经要求，就是经过我们公路监理机关通知汽车所有人确认窃劫报废者，就可以由公路监理机关进行注销。进行报废登记。那像这个102年，公路总局就已经就车龄在10年以上，但是没有换照、没有排气检验、没有保险、没有违规记录的机车，总共有224万辆，通知他来办理。那其中已经有208万辆，完成了这个报废的登记，就是按照当规则的这个规定。只要他符合那些条件，就是208辆有窃劫了，对不对？对对，208万。还有没有窃劫？这样是有几十万？就是224，那大概还有46万辆，我们继续再清理。好，赶快哈。谢谢哈，我们现在进行142案，有没有意见？照案通过。现在进行143案。143案照案通过。144案照案通过。145案。啊，有没有意见？145不是哪一个，就只有一个145而已。那个3个月改6个月。建议倒数第三行那个3个月建请改6个月，然后提交书面报告。提交报告了。书面报告就是6个月。写6个月，6个月你忘记，我也忘记了。为什么要写到6个月？你的题目太深了。书面报告如何啦？3个月。也对啦。3个月呢？书面报告还要6个月。书面报告。好，提交书面报告，3个月内。哦。这还好吧？这个应该平时就要有明确的政策在推动了啊、哦，还要再等6个月？这又不是新的案件，这都是交通委员会长期督促而已，是交通部应该有的基本责任嘛。好，修正通过，3个月内哈、哦，书面报告。146万，我们建议这一个部分的文字修订哈，那么在倒数的这一个第3行开始哈，后面就是建请特要求交通部这边开始，就是建请交通部应订定所有大型车新车应装设方向灯、顿号、转弯及倒车警告装置。等一下，大型车均应装设。所有大型车新车。应装设，所有大型车、新车应装设方向灯。那车子倒车雷达呢？然后后面顿号。那车子倒车雷达有没有删掉？没有嘛？有倒车雷达。有什么、就是？有没有删掉？有，就改成倒车警报装置。我们建议文字就是改成方向灯、
转弯及倒车警报装置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然后并加强宣导。方向灯本来就有吧，不需要写吧？方向灯，啊，转弯警，转弯灯也有吧？这些本来就有啊，啊，有的就不用写了、啊。好，这个修正的文字哈、我念一下，让大家做参考。建请交通部应订定所有大型车、新车应装设方向灯。旧车没有方向灯吗？对啊，未来的那个行车后面的行车是啊，比较大颗的方向灯。我来都给下，对啊，方向灯那个小，我就倒车敢无方向灯，买车怕方向灯。打方向灯的时候，它会联动，就是有那个。我记得我出生之后就有看到大货车都有方向灯了、啊。不是啊，他那个这个他那个赵委员的是方向灯蜂鸣器哦，不是只有方向灯哦，还有方向灯拍了料都也会有叭叭叭叭叭，还是啥这种的吧？对啦，就是他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联动有那一个警报。对啊，你说应装设方向灯转弯倒车警报，应该你是说打方向灯转弯或是倒车的时候都会有警报。及倒车警报装置，对，三个状况下，方向灯转弯及倒车警报装置，那个警报装置针对方向灯。好，我知道你的语义的啦，您装设方向灯转弯倒车警报装置，警报装置啊，及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哦，并加强。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会不会太笼统？我们要不要直接讲行车死角视野辅助系统？报告委员，这个是我们啊、那个安全，应该有车辆安全法规上面的专有的名词嘛、行车视野辅助系统。好，就按照修正通过。赵伟，是、因为只有这一案哦，我会建议说，因为他把新车加上去的啦，那我会觉得完整上应该是说刚才的文字之后哦，那应该再加说及。要交通部应严拟旧车的安全什么安全设施的那个辅助设备的什么加强计划这一类的啦，因为其实新车相对来说本来就设备就会好一点，旧车你也要要求它如果还能跑，那你说旧车就比较危险，等级比较低，也不是。包括那167案后面有，后面还有是不是有道理，针对旧车的。好 ，OK， 好，146案修正通过，147案。有没有问题？加司命了。那个部长哈，交通部的承诺是两年就要提出检讨报告，现在已经快三年了。这个是我觉得交通部要负责任哦，而且一直用拖，然后一直变，嗯。这个部分我们也正在做作业当中，那是不是比照114案哈，那个两个月改成三个月，啊，提书面报告？这个刚刚114案已经两个月了，不要再拖了。好，就两个月了。是，书面报告。两个月。书面报告。提出相关书面检讨报告。好，修正通过哈。148案。各位委员报告。那因为早上我们对并早上的了，好不好？这样我可以接受并早上保留的那些部分。好，那是要修正还是照样通过？早上有保留吗？这个科目有保留，就并到那边一起去处理。好，并案处理哈。149案，建议，倒数第二行啊、因此，看嘛，后面建请交通部研议推动。全国版计程车 APP 统一事权管理之可行性。这个你们不要让他。赵伟，我会建议这样改了哈，从第二行开始。因此，有关多元计程车管理及推动全国版计程车 APP， 好，逗点，交通部应以统一管理及统一事权的方向，那研拟执行计划。哦，这样文字很完整了吧？有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是不是可以
确认说这个全国版的 APP 这个是不是有可行性？这个那、你们一定说不可行啊？他就说要你们研议啊。我们要我说以这个方向研行研拟执行计划、啊。是啦，是啦，恁家是因为考虑足大弹性啊，因为是执行计划。因为你们这样的话，你们这一定要做。没有我们要你研议，本来就是要你研议可执行的计划。不好，你研我叫你研议什么？最后你们就回答个不可行，那你们就分散在各市政府。我们现在就是说，当然我们会尽力朝这个方，但是确实这个后面实务上面是不是真正可以做得到？说全国就建置一个公版的 APP， 这个目前没有，我没有说一个哦，其实可以很多个，但是一定要全国性的。部长这样可以吗？部长你了解我的意思啦，部长了解我的意思。这个地方分权绝对是失败啊。好，就按照。郑云鹏委员的修正通过。第150案。报各位委员，那个倒数第二行是不是建议可行性评估改书面报告？这委员我早上跟您报告。好，这个部分我想请部长注意这个问题。确实，现在很多新南向的国家呢，这个民众呢，或者是说旅客要来，买不到机位，好、哦，这个应该确实去检讨，然后提出这个一个时程。可行的一个具体方案呢、哦？好，好，那就提出相关书面可行性书面报告。是，谢谢。好，修正通过。151案，没问题。照案通过啊，照刘兆豪委员的案子通过。152案，报告委员是不是做文字修正哈？两周下面的第二行两周改一个月，然后并于是并向，本委会提出书面报告。以上。好，说完有没有意见？好，谢谢委员。提出书面报告。这个都已经六月到现在了，还要再一个月，这应该早就调查好在那里了吧？哈。你们有没有调查？我先请教一下。有了啊，有啊有，为什么还要一个月？你们要用书法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写吗？还是为什么要一个月？两周了，好了，就两周。好，两周呢，产品真相提出书面报告啊。够了。对了，都检讨啊。好，第153案。好，153案高铁局报告，我们建议做两个文字的修正。第几行？没有，是两个字，就是最后一行。最后一行，这个他这里讲是要求交通部应尽速依法依约。我们建议把尽速这两个字删掉，理由是说，因为依法依约，我们跟厂商的这个责任，老实讲，现在在争议的这个情况。好，合理，合理，有一些要周旋。好，郑委员也同意嘛？哈，好，修正通过。154案。154案也是高铁局的案子，我们建议在倒数第三行，它原来的文字是请交通部于年底通车前应恢复新北产业园区。嗯，哎，我们建议这个文字上是把于年底通车前标点这个删掉，然后应延议恢复新北产业园区。应延议。好，对了，没有，没有，是。我有一个问题，顺便问一下哈。是。这个，那个高铁站的周边，高铁特定区周边道路，高铁特定区的道路是谁在维护？来，那个高铁车站周边的道路，目前原来开发的时候是高铁局做，后来已经交给地方政府。确定？对。为什么高铁局周边的道路是地方政府？不是，原来是它是特定区的开发区段征收一个范围。部长，这个有一个问题哈，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都很缺钱，那地方政府的道路要维修呢是非常非常多，而且不断的，因为不断的会有毁损。现在开始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高铁特定区，特别是场站的附近的道路呢。开始有不堪使用的状况，难免哈。那这个地方政府要
如果是这样，地方政府要去维修，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问？我就想说，是不是因为高铁局只管轨道，就不太管路面了？那这个问题，你如果交给地方政府，真的会越来越严重。报告委员会哈，这个是依权责，是地方政府的这个权责，没有错。那最早在区段征收，我们刚刚开完的时候，其实应该也分两次，每一次三年拨了维护管理费给了地方政府，这也是地方政府提出的。我建议啦哈，我建议你们要开始再去跟地方政府谈，就说要嘛你们就要求他们要给补助款的时候，你们会诊一次或者去看一次，因为你给了钱以后，地方政府要我也可能啦，难免要挪用啦，因为有更破烂的在其他。可是高铁站附近周边的道路呢，这个是会恐怕以后会在很多行政区域来讲，反而是比较偏远的道路。这第一，第二，他选票的压力不会那么大，因为外地人使用可能比本地人还多。那道路状况如果越来越不好，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门面的问题哈，要注意一下。你们是不是去研究一下，跟地方政府怎么样来协调？我们在针对这个各站区区段征收用那个土地的道路维护的情形，还有它的这个权责部分，我们再来跟相关政府再来做一盘通盘检讨。好，谢谢。好。这个154案就照刚才的文字修正通过。155案，我们建议倒数第三行原此之后，要求交通部定期至本委员会做专案报告，建议改成要求交通部提送书面报告。交通部要求将提送书面报告至本委员会，这样就好了嘛，哈。好，修正通过。现在我们进行第156案。156案跟委员报告，因为此案涉及都市大众捷运系统建设计划的审议、包商资格及执行管控，此为高铁局、路政司及重大工程督导汇报的权责。原建议第五行请交通部运输研究所以此为鉴，修正为请交通部以此为鉴，后面的文字还是保持，就检讨强化等等等。所以本来是请你为鉴而已，所以你也见到部长了，这边来的就对了。有跟部呢、啊？以此为鉴，部长要谢谢你的栽培哦。不敢啊，跟部内有先协商过，好，对，啊、哦，好，这个就修正通过嘛，是不是？好，修正通过，好，谢谢。好，现在进行第157案。包委员，那个最后修正文字哈，最后几个字改一下，检讨书面报告，这个有跟陈委员已经有报告过了。提出检讨书面检讨报告。对对。好，文字修正通过。我觉得这样很方便。现在进行第158案。158案建议文字修正哈，那个。倒数第二行是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因为这是航港局的业务，所以建议改成航港局应通盘检讨。那后面是建议改成提出书面报告。航港局应通盘检讨，啊，及其原理改善就好，修正通过。好，我们现在进行第159案。包委员，这个。港务局哈，是不是改成航港局了？对，航港局。然后那个第三行的禁情案改成建情案，这个有跟检委员已经有报告过了。你说在第几行？第三行。哎，哦，建情案这个跟检委员已经报告过了，他同意。建情哈。检委员是个很客气的人啊。那个我们可以自己去协调相关单位。对，好，文字修正通过。好，就可以写敬请。我们现在进行第160案。第160案有跟检委员报告，就是倒数第四行、啊、提案交通部协调台东县政府、海巡署、农委会、越署等机关，那其他的部分不改。好，有没有意见？没有。
好，文字修正通过。161案。报告，报告委员。一百。啊，那这个没问题了。不是，那么第一早上第24案已经要求我们那冻结奖金了的。冻结奖金是我们之一。检讨报告。只要检讨报告啊。冻结归冻结，检讨归检讨嘛。好，照案通过162案。报告委员，第162案，这个案子有跟萧美琴委员报告。那最后一行的部分，两个月内研拟专案计划书，你请建议改为书面报告。好，书面报告两个月内研拟书面报告。好，修正通过。报告委员哦，那个第158案，我再补充修正一下哈、哦，就最后一行哦，这个。定期提出专案报告是可以改成向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好，好，修正通过。现在进行163案。那个，我们说明一下，有件事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提案我们早上有跟叶委员沟通过。叶委员在这里，对，是。那因为我们是建议说，因为这个案子哦，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然后会有现在正在诉讼。如果说这样，如果照这样的决议规定的话，哈，如果要依本院决议来处理相关事宜，如果没有在3个月做出相关决定，会要求人员要惩处，然后要调离现所属单位。那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有一些诉讼哈，那这些董事事实上蛮为难的，他们都想说口头有请辞啊什么之类的。如果这样的话，还有这些规定的话，没有在时间内完成的话，他们还要惩处，还调离原单位。对他们来讲，他这个负担实在太重了。所以我们是建议说，要这一个案子是不是做一些文字，把它调整哈，就变成一个建请案，然后就是要求交通部命令派任两协会董事应依本院决议。处理相关事宜就好了，那其他的一些文字惩处、啊、不行哈，部长是这样的哈，我们都要求国民党的党产要归还给国家 啊，如果你们的这两个协会的财产不归还给国家，我们有什么立场要求国民党？这第一啦哈。第二，如果这些工会的人觉得说这里面有他们可能早期他们有缴了一点钱在里面的，把他们早期缴的那个部分清理出来哈，另外作为这个他们的可以，但是国家的就是要还给国家。但是我如果你们派去这个协会的董监事不愿意执行，或者说因为这样工会提起诉讼，他们就退缩呢，我建议就是调离现职，换人的意思啦。这个调离现职不是公务人员的现职啦，哈，这个没什么，这个是你们派驻在邮政协会跟电信协会的代表啦，哈。那他是说这样没有人要做哈，没有人要做就换派有要做肯做的人去做。好，那至于派驻到这两个协会去要他说他要去处理而没有去处理，当然就要依法惩处，不是吗？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个案子应该照案通过哈。那个主席啊，刚刚交通部的说明呢，我是不能接受。这个交通部派的代表，结果他们要表示要请辞，那你们也不同意。还是不忍心他们请辞，挽留了，因为还有，我觉得他们根本没有在做事情，没有办法执行的命令呢、啊。请辞就请辞啊，就然后请辞那个董监事有什么关系？另外派一个适当的人去嘛，有使命感的人去嘛。那否则他我们本院的决议，他永远都没办法执行。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就部里面要负起责任了、啊。郑委员，被告的人哦，部里面就替他们提出诬告罪。你保安较强硬啊，他们所有钱部里面负责。或者把这种决议，谁当部长都一样。
跟委员看主席各位来报告说，我支持部里面提起诬告罪。对啊，我们当然可以在法律上来做这些处理啦。不过实际上真的，他们彼此间也都是同事哈，有的人就觉得就不要再做这个董事了啦。这种情形真正已经发生了啦。就请日本人查一查，对，要不为了我想接日本，我想几位委员的看法哈，应该是说希望我们完成这个使命啦。那在手段上面是不是也让我们有一些空间呢？因为其实现在已经在进入诉讼了，很多委员通通都很多董事都不愿意再当了啦。积极的干这些顶多拿一个最大的武器给你，你说对呀、啊？对不起，这个立法案我们是给你武器呢。这个不执行，我会出问题。不是这个问题了，我是说先让我们有一点空间来处理这个事情。部长，我这里一点都没有为难哈，我这里要求你的就是你派任董事会的这两个董事会的要依本院的决议处理，这就是郑宝清委员讲的，给你武器了。好，我们那他不愿意的话，那你就应该要换人哈，该提起本诉的诬告就要提。确认有关于163案啊，交通部所属邮政电信两协会有关于这个决议啊，是交通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决议。然后这个部分有关于文字的修订，我现在休息10分钟，好，讨论出最适当的一个方案出来。不是我，拿一个武器给你去打仗啊？这怕什么？你就怕什么？心都会起茧，那口都会起茧，对吧？做文会都起茧，口都起茧，还不让他吃啊？就是在那边站那个位置，电信啊、邮政工会董事，他们这个，不能那跟我讲，那个政府的董事，不能讲，下午讲，现在就讲，别人还不要。派律师上过去就好了。在董事会里面提案，就是说依据立法院要求，你那么讲，所以我提出来。对，我落过的钱，拜托一件台南市政府的啦，拜托的啦。好，拜托，那拜托一件临时要调一个啦。啊，对了对，安检官有通知？无嘞，都无通知哦。对啦，我搁提一件给你一个啦，拜托一个，拜托一个。对啊，你管嘞？我想管那个嘞。无啦，无通知啊，无通知啦。啊，迄两月，迄两嘛最近开始在叮当啦。啊，你去无就好啦。好啦，我去无你啊，我传落去啊。啊，你嘞，警察嘞办落啦。好的，对，谢谢，我话讲，感谢。还要给我们吗？现在确认一下。那什么样的旧车不能撞？就是要进一步去看他每一个车型，旧车的车型，要看看他，如果我们要要求他装新的旧车，到底会不会引起他的电器的那个需要？我跟石油，这个部门部长说一定都会来，你这做了拢都会来。你这做了拢会来，你台北的。结果做得到，没有问题。我大概是做了什么麻烦啊？你目前知道有哪些不能装？因为车型很多，因为从以前到现在很多。那你要一定期限内要完成，180。如果这样的话，对，那也这个可能性的更好，那我们另一个可能，好吧？不，你也不是期限。是，那个照片。这个旧款就是大多数，就是让我们上个月有啊，我掉了。三个月，
一般行政，直系拢会使。对对对对，一直一个问题。嗯，拜托拜托。
年薪好几百万，那可是副主管兼就是。
8000块。哎，文泽，阿伯搞。啊，还在谈，怎么的啦？啊，几多钱呢？163。啊。哦，我是来报告，我老弟，我身体跟进到执政党尽的责任。他不会啦，你别在，你们还有，你们到168才可以走哈。OK。哦，偏远地区，偏远地区可以。下到这么偏远啊，这样讲，他们两个钟头就可以到了。花的，你是要大烟火。偏远地区嘛，你不是偏远地区，你嘛大家拢讲你偏远地区了，我现在就受不了了，你啊。我了，我是落后地区的。你哪会落后了？负债最比例最高。然后是偏远。我仅次苗栗的啊，仅次苗栗的。还有首都客运。哎啦，你莫打开龙宫，你交通不方便。我龙派是讲，你那交通不方便吼，拜托了。我是讲东部的，我讲宜兰。哦。然后东部包括宜兰的，你宜兰现在剩北部啊？啊，东部了。你过去选在最大，你那是苏澳宜兰，你北部。反正我讲，你不讲讲，不讲讲北部。那个高速。我唔爱跟北部走，我爱跟东部走。有高速公路的地方都不算偏远。两个月，全台湾只有两个没有高速。可是我们最塞的，花莲最塞的，最塞的。对，时速限制80公里那高速。我也是受害者。现在你都不敢去宜兰的，没快速塞的，我不会塞。那个是快速道路，不是高速公路。我过来问哦，所谓的农舍新建办法，起码农舍的也爱管建物去认定它有没有资格，有没有新建的资格农民资格？对呀、啊。那、啊、你们县政府有在？现在资格认定没有认定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中央的法令。在认定吗？啊？有在认定吗？有啊。有在审案吗？有啊。但是是怎么盖的问题啊？我也觉得重点是怎么盖，应该是对地的管理，不是对土地。要搞错方向。没有人的认定。应该要对土地有没有灌排分流，然后你那个有没有污染到路？应该是你怎么盖，有没有污染到？对啊，怎么盖啊？地那个才是重点。对啊，怎么盖啊？之前在推都是用不是人的，人没问题，人的认定没问题的，人的认定没问题。第二个是说搭牌的问题，没有一个认定啊。那你们怎么盖农舍？啊，农舍，不，反正他就连审都不审，就给那本来就是给乡公所审啊。啊，农舍本来就给乡公所审，没啦，没有啦，农舍县政府啦，没啦，都乡镇公所，我连农舍起来乡镇公所审呢。我们农舍都是授权给乡镇施工署。现在不是连审都，他们说你们连提案都不要再，不要送。
好，我们继续进行开会。遗产一定要还给国家。这个没有啊。该怎么样？目的。好，有关你163案，交通委员会的决议都是希望，邮政、电信两协会属于国家的财产，应该要归还国家。那相关的文字修正，啊，我们针对这个163案，就先给予保留，好，保留至未审讯的部分，那我们下次再处理。但是也一再的提醒部长，啊，我们交通委员会对于邮政、电信两协会属于国家的财产，都要归还国家。哦，那你党产的边度啊？好，现在进行第164案，有没有意见？报告委员，这一部分可能这个案子改成延议案啊，这个有跟叶委员的办公室那边有报告过了。好，改成延议第几行？是第二行。第二行。交通部英语改成延议了，交通部延议。部长。可以的，我们都会了哈。我们现在是执政党，我们没有忘记。164案修正通过。但是该有的原则还是要有哈。现在进行165案。没问题。好，165案照案通过。我们现在还有3个案子哈。现在进行166案，交通部有没有意见？好。是最后一个小小的文字的问题，倒数第二行最后面这边考核标准应该是漏了一个字了。考核标准做全面检查。对对对。那其他没有问题。好，修正通过。167案。跟各委员报告，167案，从倒数第四行到倒数第三行，就是刚才前面讨论的时候有特别委员关心的旧款旧式的大客货车，更应于法令颁布后一定期限内立即全面安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那么我们建议文字修正为，至于旧款旧式的大货客车，3个月内延议全面安装行车视野辅助系统之可行性。那这个部分有跟委员有报告过了。好，修正通过。好，3个月我可以同意哈，但是一定要是完整的，好不好？不要玩假，就是可行性，其实就真的要做了哈。好，那个对，赵伟是，你用可行性，但你说不可行怎么办？3个月内延议，所以我刚刚跟他讲说一定要做了，他要点头，还要讲录音来，你讲说好。我跟各位报三个月时间，我们会去请车中心跟我们国内的车厂，我们去盘点哪些车型它是确实要加装这个行车视野，它可以装什么？对，哪些可以装，哪些不能装，我们会把它盘点出来。执行方案不要写可行性，改成那个可行性改成执行计划。对啊，不能做就一定行，因为不能装就不行。这个对安全的帮助很大。谢谢部长。好，谢谢部长。谢谢。那现在进行168案。有了。好，提出书面报告，这个没有问题的。好，照案通过。现在做以下宣布，今日协商结论免于宣读，授权议事人员整理作为决议列入记录。如有委员对提案补签，列入记录。本日审查预算部分，照列或照协商结论通过。针对本日会议做如下决议：交通部单位预算，除委员提案第37案至第55案，第91案至第98案，第148案及第163案，留待处理未审查完竣部分继续处理外，其余均处理完毕。好，散会。
Thank you.